咦，那么晚呢？怎么还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没什么，只不过刚才遇见一些不应该遇到的事情。不过，唉，还是算了。对，我是以杰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明镜。那么你呢？干嘛那么晚了还一个人在这打球？是啊，这是我一向来的习惯。我总觉得晚上打篮球会比较舒服，比较自在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听你说你遇到一些不该遇到的困难，方便和我分享一下吗？不方便，没关系。不是，算我无知的问你一句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体吗？刚才我所谓的不应该遇到的事情，就是指这一方面。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哪惹来这个麻烦，搞得我现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讨厌篮球的人，因为每次打篮球都会跌得遍体鳞伤。但是后来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。你看，现在我手中握的是什么？但是我遇见的问题不是普通问题，那你就更应该突破它。当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一样要呼吸，一样要生活，对吗？再加上，有些事情，你要怎么躲也躲不过。可是我真的。算了，我就尽管试试吧。那你要加油哦。电了，明镜，不用忘了，我就叫你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过系统让我遇到了你，要不是你遇到了我的丈夫，我想想我就遇不到你了。但是我一再的给你暗示，你却不以为然。还记得梦中的蜡烛吗？还记得久被追逐的心情吗？我需要你帮我找出这位小偷，给我了断心中的怨恨。死前的恐惧在我心中就像是吹不灭的蜡烛，所以我更需要你。真的，喂，乙杰是吗？有事找你。哎，怎么我那么倒霉？还以为过了就算，原来是不行的。那晚我不小心踢倒了一盏照明灯。那位往生者的名字叫依林，现在他来找我了，来找我了。每次都说算了算了，这次真的不能算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手中的图画是？我不知道。既然来到这个地步，就没有进一步走一步了。其实帮助别人就好像农夫为人种稻的道理一样，吃饭的人不一定要知道种稻者是谁啊。而这一种无私的精神，我觉得我和你啊都应该学习。不要再想那一晚的事情了，你现在要想的就是要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。我想，或许他在给你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提示吧。提示？臭婆娘，打了我的限量版戒指，戴了半个世纪还不还给我，这算什么意思啊？死老头，那戒指有什么了不起？是不是烂东西？你这什么话？有本事就自己买一个来戴。叫什么？死老头！限量版。哎，你这你看，咦，图中蜡烛里的标志，不就是近来流行限量版衣服的标志吗？这是做梦哦。真讨厌这种感觉，真倒霉，工作没了，然后遇到那些大耳窿，过后遇到那个被驾车的司机，真是的，现在连我想好好睡觉也不行哦，真是岂有此理啊。